亲爱的家人们，大家晚安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验过讲话时舌头打结了？记得刚到澳大利亚的时候，我是随着岳父大人的考察团来的，沿途住过珀斯、墨尔本、雪梨，最后就是布里斯本。那个时候我就负责买东西、沟通协调的一些琐事，其实日子过得有一点点无聊，于是我就趁着买烤鸡的时候让舌头打结。 May I have a kitchen?柜台小姐笑眯眯地对我说， I don't sell you because I need that。 我就当场跳三秒钟的鸡舞给她看，只看到旁边另外一个小姐姐嘴巴喷出可乐。柜台小姐笑到不行地说， OK OK。夜深了，祝您好梦。